哥，没事，大半夜的，不是让你睡觉了吗？你就跑下来啊？是啊，把根拿着睡一下。哎，不要再止痛药了啦！ 走走走走走走！ 我们好一点。嗯。力道还可以吗？ 魏谦，手机都掉在这里呢，不知道电话不接，又睡过头嘞。魏谦，魏谦，魏谦啊，魏谦，不好意思。 小远他喜欢男生，嗯，所以我怎么可以把他推开？不像外面的人要给他什么异样的眼光。所以你就抱他睡？是他抱我，不是我抱他。可是你看起来是蛮享受的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只是没有把他推开。 不想让他有被排挤的感觉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该不会小颖喜欢的是你吧？妈的，你在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哎，我是认真的，你想想看，他之前看你的那个眼神啊，还有在医院的时候他照顾你那个样子，那个就是对喜欢的人才有的，你懂不懂？
不要在那边乱说。走了。